你看这块牌子，哎，我看这个在佳士得上面那个电视节目上面有一个女的，她买过一个这种牌子，这颜色差不多的牌子的，比我这个比这个更小，颜色也差不多。这上面雕的是凤，她买成3700万，我这个呢上面是雕的这个。一面呢雕的是鱼和浪花，这个另外一面呢是仙鹤，很漂亮，也很厚重。你看这么厚的一块牌子，现在的那些鱼啊，现在那些翡翠都都是薄薄的一块，这是这么大的一块整体的，这种颜色的这种深绿色的啊，现在是绝矿没有的哇。多漂亮，招佛招财的。看看，这是自然光，纯粹的自然光，而且今天是阴天，是下午了，所以可能颜色就看上去可能就没那么，那么亮。我也不用去打灯光，哇，这个，灯下不看玉。很多人不懂，还是在灯光下看上去很漂亮的，其实在自然光下它就不会了。我这是纯粹的自然光。